10月13日，微博名为山东大学青岛校区的风发博表示，风，因为你我今天蓬荜生辉。随后还在评论里表示，峰峰今天来俺们村拍戏了，羞涩。据悉，近日李易峰现身山东大学拍戏，路透视频中李易峰少年感爆棚，颜值超能打，引起许多学生围观，现场圈粉无数。